是蝴蝶的秘密，老子说爱情玄有玄的玄机到底，你们谁有理？痴人说爱真是谜题。孔子说爱情距离全是问题，孟子说爱情讲究天时地利，圣人随便哄哄你，不必死守规矩。 We can say lo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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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ove。爱情最重要是根基到底，有没有头绪？